话说潮流兴露营，所以之前就睇紧一支轻便装电筒，谂住可以拎去露营嘅时候唔需要孭住咁重，方便自己。点知话口未完，自己两支一哥就有一支入咗水，有一支就烧咗个胆。顶你个肺！你话系咪好邪呢？咁唯有焗住用两支轻便装。我哋而家睇下一哥同埋轻便装嘅重量分别。两支一哥嘅重量系 7.09 磅两安士左右，而两支轻便装电筒重量系 2.09 磅四安士，足足轻咗一哥成5磅左右，亦都轻过两支红黑电筒1磅。若果称住呢两支去露营嘅，应该唔使咁辛苦。咁当然呢两支轻便装嘅光度梗系唔够一哥光啦。亦都有啲人讲攞一支一哥咪轻啲咯。但是电的东西在水里面可以随时坏的嘛。如果你拎得一支上船，一落水冇耐就坏了，那咪成程都要望着人哋玩，又要俾船费，那咪好戇鳩。我哋而家睇下呢支轻便装在水底里面够唔够做先。呢两支轻便装暂时都够做，不过用入电池嘅电筒，记住喺电池中间放啲摄石，等你喺水底喐嚟喐去用支电筒嘅时候，唔会闪闪下，令到支电筒容易烧入或者扯晒你啲电。今年蟹季又到啦，希望大家玩得小心啲，齐装备先好落水，祝大家捉多啲，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